大概昨晚七点半左右，我和太太从出外用餐回来，在半途中我们就看到一辆国产车在停在半路，当时我们也没有太留意，只是我当我们车靠近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开走，我们就看到车尾有一个影子，居然是一个男子啊，附在车尾。当时我们背后尾随的时候，这辆车就开得很快，但是我们成功靠近它，然后因为环境相当阴暗啊，我就把车灯开高灯，然后就看到这个男子相当清楚了，全程他就是附在车尾了，好像是在演特技一般啊。对，我们看了这么危险的这种动作，我们也相当惊讶了。我们当场就把它录下来，希望能够给大家警惕，因为如果一旦失手啊，我们背后车来啊，可能会撞上它了。